不可以分开哦，嘴唇一定要贴起来哦。嘴对嘴，加上公主抱，购物中心首度举办接吻大赛，50组百人参战。第二圈。比赛中不只是公主抱亲吻那么简单，还得完成单脚站立、原地旋转等困难关卡。比赛20分钟后，这对情侣顺利拿到万元礼券，当作情人节礼物。3、2、1，比赛开始。另一边，台北车站暌违3年接吻大赛同时登场，不过比赛开始还不到2分钟，眼看这位参赛者双手发抖，就快把女友摔在地上。应该就1分钟吧，我觉得超出想象中的好。不好，还抖。即使抱着女友转圈圈，也难不倒这位参赛者。原来他早有准备。就你正常抱着的时候，你二头就会酸，那你要怎么配力？去比如说左手酸右手酸，要怎么轮流休息？接吻大赛考验体力，有人选择轻松过。火烤牛排内里呈现粉红色，汤品、沙拉、开胃菜、饮料一样都没少。主打大分量美食餐厅特地在情人节档期推出双人套餐。平常可能就只有经过都不会进来吃，那刚好这次情人节男朋友就带我来用餐，就是很不错。连锁素食店顶呱呱也预计在2月14号情人节当天推出优惠组合餐。2月11到2月14，只要穿情侣装，一搭入园只要999元，现场亲一个还能抽浪漫晚餐。六福村穿情侣装票价达5.5折，乐园餐厅卖场纷纷抢攻情人节商机。继续跟踪欧启斌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